领受神将万物赐给我们，因为这个是圣经所讲的。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，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就是神将万物。咁有啲人话我得得好少啫喎，咁我哋今日就思想呢个问题啦，就是我哋点样可以得到从神里面得到更多丰盛嘅恩典？喺呢个图大家睇到啊，即系神将救恩啊、教会啊、神嘅喜乐啊、太阳雨水啊，同埋佢嘅恩膏在我哋身上，圣灵嘅恩膏、能力、恩赐，自然界嘅一切，同埋有机会侍奉，同埋赏赐，仲有更多更多嘅。其实我哋整个生命可以好丰盛，因为神已经定义是祝福我们。但是为什么基督徒活在贫穷的心态之中呢？为什么这么多基督徒是有这么多的困难呢？那为什么贫穷呢？因为约翰福音十章十节就是讲到盗贼来，你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就是很多人被魔鬼偷，偷了什么呢？平安喜乐。有很多基督徒呢没什么平安的，成日都担心，因为不相信神会凡事祝福啊，祝福爱他的人啊。我要记住一件事，圣经是没有应承你信耶稣神就凡事祝福的。圣经应承是你我们爱神、遵从神、侍奉神，将杯凉水给一个小子都不能不得赏赐。神是赏赐爱他、跟从他、遵从他、侍奉他的人。侍奉不一定做传道的，总之在你的可以的范围，你要祝福人、帮助人、传扬福音、建立人的灵命，你就是神呢就必定赏赐的，神必定祝福的。但是呢很多基督徒呢就成日都很闭翳啊，很不开心，很多烦恼，哎呀死了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就自己孭着个担子，其实神负责，我们就是做我们可以做的，我们不能够孭晒所有的担子的，那我们就是神负责，还有呢喜乐了。其实我们怎么可以喜乐呢？就是深信我将一杯凉水给人，神都欢喜，神都赏赐，我就可以开心。我亲近神，神又欢喜又亲近我。我悔改，天上为我欢喜，即是成日深信我们做任何事合乎圣经，神都欢喜都开心呢，那我们就会开心。我都讲下我自己都会有时无缘无故不开心的，人是会有这个倾向，因为我们的罪性。你有没有发觉有时没事没事发生的，为什么觉得很闷？有些不开心，有些负面的感觉，有没有这个情况？其实人都有的。那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处理了？很多人就会跟着哎呀都是哎呀，甚至埋怨了，信了耶稣都是这样的，这样那就没想到其实这个是我们的罪性而来，不是神那里来的。那我们即时处理，那我即刻怎样呢？我就说了，哎呀对不起，看看整什么回来， 那个反而不是很重要，整翻个电睇下喐唔喐得翻先。咁咧就最紧要咧就系话，当我哋一有呢个情况，我哋即刻咧感谢神，神咧一定祝福嘅。我一感谢神，神就开心啦。咁我就可以开心，所以我就喺呢个时候咧，我就即刻选择开心。个盖唔冚得翻都唔紧要，反而咧系个电入咗，睇下有冇反应。啊，而家有反应，我可以多谢你，多谢你，祝福你吓。好啦，好多人俾魔鬼偷咗喜乐，所以咧好多时间都唔开心。信心了，就是说觉得神呢，哎呀都不将最好给我。我用个比喻，有些人呢觉得神呢就好像后母那样，好的那些就不给你，衰的那些就给你，即是有些人这样想，神啊你都不给我的。那这个就是对神呢失了信心。信心呢就不好像哎呀总之什么都好信啦，不是这样的。信是说因为神这么好，所以我信任他啊。譬如如果你假设你有个好的爸爸妈妈，你会很信任他，因为你看到他这么久都是这么好，是吧？神是成日都这么好的，所以我就信任他，这个就是信心了。还有有力量，即是基督徒不是哎呀没了力了，很软弱了，很烦恼了。很多人，很多基督徒是这个状况的。其实这些很多人就觉得这个是理所当然的，其实不是的，不是一定是这样的。信耶稣是可以有力量的，同埋智慧啦，好多人點解冇智慧呢？人哋鬧佢，佢鬧翻人咯，咁咪冇智慧咯，咁咪大家鬧交啦。有咩唔好嘅就喺度閉翳，咪冇智慧咯。有智慧就係話唔緊要嘅，人有問題，我唔使孭在身上，我只係祝福佢，我唔使放在心上。咁呢個咧就係智慧啦。資源嗱，好多人亦都喺貧窮之中。咁啊點解貧窮咧？嗱，第一就冇信靠神，所以神咧冇將額外嘅恩典俾佢。第二咧就係佢唔識得管理佢嘅錢財。不懂得管理他的恩赐智慧，
做工咧就成日發猛疹，今日好快俾人炒魷魚啊！炒魷魚咪冇錢啦，係咪？一個人有智慧、聰明同埋愛心，願意付出代價唔緊要嘅，蝕底啲都唔緊要嘅，佢就更加容易份工咧，人哋個個都想請佢啊！咁樣咧，佢更加有資源，亦都神俾額外嘅資源俾佢啦，同埋健康喎，幾大年紀都有健康喎。嗱，有啲人咧幾廿歲咧就已經咧病到攤攤腰，成日都係病嘅。但信耶穌的人有喜樂有平安，自然的人又更加健康，或者聲譽，聲譽很重要，為什麼呢？因為聲譽就影響我們能不能發揮。譬如這個人經常都說大話，他聲譽一定就是破產，或者他經常對異性經常夾住他，當然聲譽破產。這些都是被魔鬼偷了，或者人的信任，人信任是禮物來的，神人對我們好是禮物來的，怎麼保持呢？就是我們繼續祝福人，人就會信任我們。但是這個人失信的，答應了又不做的，做了一些不好的事，就失了信任。或者人際關係，有些人哎呀誰個，哎呀我不跟他做朋友了，我封了他了，就是有時人做一些不好的事就會跟他斷絕關係，這個就是也都會破壞我們的生命，或者幸福家庭，這個其實很多人都會的，很容易夫妻就吵架了，哎呀你真是什麼不好的事呢？你看人家的老公多好，看看你啊，哎呀賺錢又不多，你又做什麼都不聰明，什麼都不行，越罵他就 越沒用，是不是？越罵他越負面，家庭成日吵架，這些都是一些人的問題，因為 他相信一些大話，就是不開心就要吵架，就要發脾氣，這些是一些錯誤的大話來的。或者機會，有機會發揮，我們有機會不好放棄啊！有機會祝福人，我哋唔好放棄啊！有機會做一樣嘢有意義嘅，我哋唔好放棄。就算嗰樣嘢冇錢啊，冇錢嘅，冇益處嘅，我哋都依然做。如果嗰樣嘢合乎神嘅話語嘅，同埋神嘅計劃，神嘅計劃最好已經寫在天上。不過好多人入唔到啊，因為佢唔聽話。同埋神嘅賞賜，有啲人話：，唉，有冇賞賜唔緊要。但其實神的賞賜在今生來生，今生得百倍，你整個生命提升啊！我們侍奉呢，其實我侍奉不是經常想著賞賜，我就想著人得福，就是這個祝福的心態，我希望大家都有這個祝福心態，神就賞賜並且有永生。那我想說什麼呢？大家看一看這裡這麼多東西，你有多少樣被魔鬼偷了？你有多少樣東西仍然是充滿喜樂、平安、力量、有智慧、有聰明、人際關係、家庭關係、侍奉、你的智慧，這些一切這些機會是不是你已經失了很多？那我今天信息想說什麼？你盡量從魔鬼手攞回更多，從神得到更多的恩典，讓你的生命餘下生命發揮，這個就是神想給我們的。不要就說哎呀都是這樣的，都是沒什麼用的，去不到哪裡的了。那這個就是我們自己滅自己威風，自己將魔鬼的說話放在心中，我們深信一件事，魔鬼的說話一定是破壞性，我們就不要相信魔鬼的大話，我們相信神的所應許的事，我們就生命裡面能夠發揮了。神將萬物，耶穌賜給我們，都將萬物跟祂一起賜給我們，這個就是經文，我們一起讀一讀下，羅馬書八章三十一節開始。既是這樣，還有什麼說的呢？神若幫助我們，誰能敵擋我們呢？神既不愛惜自己的兒子為我們眾人捨了，豈不也把萬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賜給我們嗎？誰能控告神所揀選的人呢？有神稱他們為義了，誰能定他們的罪呢？有基督耶穌已經死了，而且從死裡復活，現今在神的右邊，也替我們祈求。在這裡講到神幫我們，有誰能夠敵擋我們？沒有人能夠敵擋攔阻我們所做的事，也都沒有人能夠搶奪我們的事，因為神會將奇妙的恩典賜給愛祂的人，是你人心未曾想到的恩典賜給你的，所以沒有人能夠攔阻。但是很多人呢，很多人就會怎樣呢？整天就擔心害怕著人會傷害我們、破壞我們。其實呢，我們不用擔心這件事，不用時時去想的，有神萬事足。好了，這裡跟著就說了，神怎麼幫我們呢？他連個仔啊，最寶貴的仔，我們個個都會看重我們的兒女啊。但是神的仔是最乖最聽話的，你有沒有發覺？很多人的仔不是很聽話的，所以很多失望的。但是神的兒子是真的最完美、最美善、是最美好的。
但神都将他的仔给了我们，来到世界上，他明知他来到是要受苦，被人拒绝，被人钉在十字架上，他明知，但他都做，因为他爱我们。你想他们 爱得我们多深啊？他爱我们就好像爱他的仔那么爱啊，即是他怎样爱他的仔，他都爱我们。他因为要救我们，咁所以咧，佢唯一办法咧就系牺牲佢个仔，等佢个仔受苦，然后咧我能够回复翻同神嘅关系。呢个就系神嗰种爱嘅程度。咁我哋咁谂嘅时候，你就千祈唔好话神亏待我哋，而系话咧神其实真系爱我哋，爱到不得了，好似佢爱佢个仔咁样咁大嘅爱嚟到爱我哋。既然将个仔都俾我哋，就将万物都俾我哋，佢应承万物。所以在我们的余下的日子，你有信心，你捉实神啊，我可以得回这些。圣经有讲，一会我会讲怎样的方法，你跟着去做，你就跟从圣经，你就会得回神给你的应许的了。好了，一切给我们。而很多人为什么得不到呢？下面有讲到，就是因为很多人呢被控告，被人控告，跟着自己控告自己了。其实控告自己最多的呢是谁呢？是自己。人哋鬧我一句，我哋就鬧自己好多句，並且好多年都鬧啊！哎呀，乜咁衰噶？嗰日會做呢樣嘢噶，咁咧就成日諗翻呢啲事。咁所以我哋一樣嘢好重要，就係解脱離一切嘅所有嘅控訴，從別人同埋從人身上，從我自己身上嘅。因為神已經稱我哋為義嗱，神咧唔單止赦免我哋嘅罪，赦免我哋罪咩意思咧？就係話咧洗去我哋罪，就唔算我哋為義嗱。記得係算我哋為義喎。因为我们仍然是罪人，所以是算我们为义。我用一个比喻，譬如有一个人杀了人，哇，很大罪啦，要判处死刑，但是某个原因，他欺法官或者欺个皇帝啊之类啦，结果他给他好啦，免了你的罪，放你出监啦。免了他的罪，是不是代表他就变为无犯公民呢？不是喎，佢只係冇咗罪啫嘛，係咪？冇罪唔代表係無犯公民喎。神為我哋做嘅唔單止係將我哋嘅罪攞走啊，佢將耶穌嘅義袍加在我哋身上。喺以賽亞書六十一章十節，一間我哋會睇佢經文嘅。以賽亞書六十一章十節嗰度話咧：我因耶和華大大歡喜，我因神快樂，因為佢以拯救為衣給我穿上，以公義為袍給我披上，好像新郎戴上華冠，好像新婦佩戴裝飾。什么意思呢？嗱，譬如嗰个死囚放出去，你唔会话哇，佢好似新郎咁靓啊！佢咧有哇，佢嘅公义披戴喺身上，你唔会咁讲，因为佢其实只系冇咗佢呢个杀人嘅罪啫嘛。神系点样咧？唔单止将我哋嘅罪涂抹啊，佢将耶稣嘅义袍啊，呢个拯救为衣给我穿上，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。公义系咩意思咧？就系耶稣所行一切嘅义。这个完全的义，他遵从了神所有的诫命，披戴在我们身上，所以我们在神眼中好像新郎新娘那么漂亮。哇，这个真的很大礼物，所以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，神啊，你看到我就欢喜，你看到我就见到我美丽，我就欢喜快乐。一个基督徒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是很开心的。但是圣经也有讲到，在启示录有讲到基督徒所行的义，我们这个穿着这个细麻衣呢，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就是这个基督徒所行的义。即是什么意思呢？我有两个义，一个是耶稣基督的义袍加在我身上，但另一个就有我们所行的义，就是我们怎样爱神、遵从神、侍奉神，这些是我们所行的义，都披戴在我们身上。我们看神，我们要明白从两个角度，因为神有两个主要的属性，一个就是祂的恩典和爱，第二就是祂的圣洁公义，是两样都同时存在。所以圣经里面也有讲到，在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，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从，和合本就写不信子的人，其实呢个原文是 不同的，定一个字的，不信从，不信和跟从子的人呢，得不着永生，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。神的震怒，当人呢他 不信靠不遵从神的时候，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。圣经也说到体贴肉体就是死，哇，体贴肉体就是死，信着圣灵杀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，信着情欲杀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。所以圣经也说到神呢是有他的圣洁公义，有罪他会追讨。好了，
咁啊，点样睇呢样嘢咧？呢、这个就系一个平衡啦。我深信，因为耶稣，我信靠耶稣，所以神眼中我好似耶稣咁光明洁白。同时咧，我遵从神嘅时候咧，我亦都有我哋基督徒所行嘅义喺神嘅眼中，神就欢喜，就算一杯凉水，神都欢喜。所以我忠心为神做，神就欢喜，我就可以开心快乐。但如果有基督徒佢话咧，啊，我有耶稣义袍，不过佢成日都讲大话，成日都闹人，成日都睇色情片。在神的眼中，神是不喜悦的。譬如说到大卫犯罪，耶和华甚不喜悦啊。说到呢，阿拿尼亚、撒非拉，当他们讲大话呃教会的时候，他们神呢即时击杀，这个就是律法。即是圣经同时有两样东西，不代表我们就很害怕很害怕，因为圣经说你一悔改，天上为你欢喜，一遵从神就是最少的。所以耶稣特别说，一杯凉水是最容易做的嘛，一杯凉水都不能不得想知，所以你做少少跟从神，嗱唔代表你做少少跟住就犯好多罪，而系你话我一路做一路做落，神就欢喜啦。任何嘅罪都有破坏性，所以咧我哋就话我哋唔去犯任何罪。咁你话好难喎，点咧？其实喺个心里面一有罪嘅意念，即系话呢个有破坏性，罪比癌症更恐怖。我犯罪，神就唔喜悦，失去神嘅祝福，所以我即时话我可以选择唔好嬲佢噶。我可以选择不被他影响的，我可以选择饶恕他祝福他的，我可以选择感谢神的，我可以看神给我好东西，不要看那些没有的东西。其实我们有的都很够的，是不是？大家是不是，我看到你大家都算是肥肥白白的，是不是？即是没说哎呀瘦到呢，哎呀皮黄骨瘦，哎呀衣服又烂了。其实我们很多恩典，我们数算有很多恩典，所以呢我们天天都可以感谢神，是不是？这样的时候呢，我们每天都欢喜快乐，也都放下所有的内疚，一切的攻击，一切内心里面的攻击。这里说到就是说，刚才我们其实都有说到的，魔鬼偷的那些我们就全部可以有，全部可以有回来。但是呢，我们留意一下自己生命有什么没有了。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了什么呢？因为最埋身的是家人，因为家人不好，有时会这样，你没得选择，家人你没得选择，他不好，那我们就受影响，跟着我们就不开心了，不开心呢就苦闷了，跟着呢对家人都没有爱心了，跟着呢成日都要闹交了，或者不闹交都好了，面阻阻了，不喜欢见到他回来，他自己的家安静一点，他一回来就不开心了，这些都是被魔鬼偷了的。那你说他明明不好，那明明不好怎么办呢？他不好是他的问题，我以善胜恶，我善良对他，神就欢喜，他都欢喜，那呢就希望个关系改善，这个才是有智慧。所以不被人影响是有智慧，祝福人是有智慧的。这样的时候，这些各样的就可以更加被我们得到，并且进入神的策略，这个就是高度的策略，高度的祝福。然后下面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那里讲到，就是神是爱他人如命，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未曾想到的，是很多礼物都会赐给我们的，所以我们是可以得到很多的。为什么很多人很难改变？为什么很多人经常都苦闷？就是因为被魔鬼偷了他这个信心，偷了神的话语在他心中扎根，在他心中经常就相信，经常相信我要发脾气，我要烦恼，我要苦闷，我要生人，在他心中经常储存这些东西，这个就被魔鬼作为一个藉口捉实我那个人的生命，令到他失去了神的祝福。所以我们就深信，我不要被魔鬼影响我的价值观，影响我的信念，影响我的生命，任何一方面发觉自己有不合乎圣经都处理，即是有任何负面的东西。大家想一想，你有没有些负面的想法，负面的信念，负面的价值观在你的心中呢？譬如有些人觉得我仔一定要发达赚钱，这个是价值观来的，我仔一定要娶个哇很贤淑的太太，只是用世人的观念，我应该说是一个神拣选的人，不是一个只是说他哇够靓啦，够贤淑，够听我话啦，就是这样，用只是用一种人的观点去想，这个呢都是被魔鬼留地步的。那很多基督徒的路呢是怎样呢？你看看你是一是二一是三啦，一咧系高高低低，并且冇力啊！初信都有啲力啊，越信咧就越冇力啦。第二个咧
都保持翻差唔多狀況，不過成日都係咁，冇乜進步嘅。第三咧，就係佢真係有力量有發揮，雖然有困難，佢又再起翻身，一路向上去嘅。你嘅生命比之前，比一年之前係咪有進步咧？比你初信嗰陣時有冇進步咧？抑或差唔多咁樣咧？抑或仲得過嗰陣時咧？咁我希望大家反思一下啦。你有冇俾魔鬼偷咗你嘅生命？嗱，內疚都會俾魔鬼偷喎。內疚咧就係話咧，即係我哋以前做嘅錯事，嗱，我哋人人都有，我都有嘅。我哋都會諗翻，不過問題諗翻係有咩反應啊？有啲人諗翻就會講：哎呀，真係衰啦！我嗰陣時做嘅錯事，哎呀，有時有淨係咩咧？損失咗錢啦，哎呀，佢又離開咗我啦，哎呀，真係好慘好慘，淨係成日都係內疚咧。內疚係冇幫助嘅。耶穌已經赦免我哋，咁我哋諗翻嘅時候應該點諗咧？好啦，我以後由耶穌赦免我，我以後就唔好再犯啲罪，我就知道罪嘅可怕性，我就憎恨罪，即時離開罪。嗱，呢個就好緊要啦，就係話咧，我相信耶穌稱我哋為義。嗱，稱我哋為義，即係我哋唔係公義嘅，不過耶穌稱我哋為義，並且將佢義袍加在我身上，所以冇人能夠定我哋嘅罪。並且耶穌已經死了，從死裏復活喎，而家咧喺坐喺神嘅右邊，係咪喺度瞓晏覺咧？唔係喎。他在天上还不停地为我们祷告。在彼得要否认耶稣之前，耶稣跟他说，他说呢，撒旦要篩你们好像篩麦子一样，我已经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，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。就是在彼得否认耶稣之前，耶稣说什么？我已经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。那就是说耶稣的祈祷有没有功效啊？耶稣祈祷是很有功效的。當然這個人一定要回應神，如果他不回應神，神的祝福來不到他身上的。但是這個人回應神，你愛神，神就會祈禱，耶穌為你祈禱，神啊，提升這個人，祝福這個人，大大的提升他，加力給他，賜給他恩賜，賜給他聖靈，充滿樣樣都給他，耶穌就會這樣祈求了。當你有信心去領受並且親近神，遵從神，你就會進入這些所有的禮物。所以呢，我們就說，哇，耶穌為我祈求緊，我們就放心了。耶稣祈求，即是说他很紧张我们，他很关心我们，很想祝福我们，所以我们就说，神啊，既然耶稣为我祈祷，我就放心了，我一定可以进步。我们个个都可以进步的，我希望大家都深信你可以进步。你跟隔壁说，你可以进步的，你可以进步的，你在耶稣里面可以大大进步啊，大大进步啊，你相不相信呢？如果你说不行的，哎呀，我的已经去到这个阶段都没什么了，这个就是魔鬼的说话。我希望大家相信我们可以大大的进步，而且可以所有的内疚除去，这样你的心就轻省了。我们悔改信靠神的赦罪，没有人能够再控告我们，没有人能够控诉，魔鬼是会控诉，好像他控诉约伯那样，他会控诉我们。但是我们深信，我信靠耶稣的赦罪，耶稣赦免我们的罪，耶稣会跟我们说，魔鬼就没有办法攻击我们，所以我们自己都没有权控诉自己，我们没有权控诉自己，我们就说耶稣已经赦免我，我没有权控诉自己，也都处理我们的内疚。就是呢，下面的经文就是以赛亚书六十一章十节，这才我有读到的，就是呢，因为耶和我因耶和大大欢喜，我心靠神快乐，因为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，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，好像新郎戴上华冠，又像新妇佩戴装饰，是不是很漂亮啊？那你就成日想，我在神的眼中是非常之美丽的，是非常之漂亮的，神看到我是很开心的，所以我成日有耶稣的义在我身上，我就欢喜快乐，也都加上我的基督徒所行的义，神是很欢喜的，神见到我就开心了，那我们日日就没有内疚了。好啦，咁我哋最后讲翻啦，呢个最重点啦，就系点样得翻神佢俾我哋嘅万物。既然神俾我哋咁多，我哋点样得翻？第一就系信心。耶稣话：你有信心，像一粒芥菜种，能够移山。嗱，重点咧，信心咧就唔系咁啊。嗱，有啲人以为信心啊，我要信，我要信佢会医好，我会信。咁呢个咧系我哋嘅坚定，我要呢个信念。嗱，信心唔系。只是说到我要信，我要信，信心是什么呢？我信得过神啊。这件事很大分别的，我很信，
我真的好信，好信，嗱，只是我好信啫。我哋信心神会做大事，唔系我好信好信，所以神做大事啊，系我信得过神，系两样好唔同噶。我好信好信，呢个系信我自己嘅信心够坚定啊。嗱，信心坚定冇问题，不过我哋唔系信，我哋信心够坚定，所以神做嘢。是信得过神会做事，所以我放心、啊、所以信心，神给我一句说话，神应许我放心，神做事我放心，一起跟我说一次、啊、神应许我放心，神做事我放心，就是我放心。那你很坚定地放心有没有问题？没有问题，不过你的对象不是我信我的信心很坚定，我是信神很可靠，我就掹住神，呢、这个就系信心啦。我相信神一定会做奇妙嘅事嘅，呢、这个就系信心啦。所以咧，第一就系信心。点解呢？你嘅生命可以提升。按照人睇上嚟，可能好难、哦。有啲人读书少啦，有啲人咧已经情绪好多问题啦，好似睇上嚟好难改变。但你话我信得过神，你能够咧叫嗰啲软弱嘅。那些軟弱的神揀選那些軟弱的叫那些強壯的羞愧，神揀選那些愚拙的叫那些智慧的羞愧，即是神可以使用軟弱愚拙的人去成就偉大的事。所以我就相信在信的人沒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，耶穌所說的就是不可能的事神都會做到，尤其將來在大災難的時候，在沒有食物的時候，因为要食物就要拜兽，就要受兽印记。但系喺个时候咧，我哋绝对唔可以拜兽，唔可以受兽印记。我哋一定系信靠耶稣。可能咧，好似摩西上西奈山咧，有神嘅同在，40昼夜都唔使食嘢，或者咧能够咧有信心，叫啲树叶咧、啲草咧变为食物啦，或者变啲泥做食物啦，咁啊大把食物啦，即系啲泥都可以变做食物啦，大把食物啦。总之我们相信神一定保守，其实大灾难在神的掌握的。七印、七号、七碗、七雷，全部是神开始，不是魔鬼开始的。是全部在神的掌握。所有的事成就是神给他42个月、3年半的时间。所以完全在神的手中，我们就相信神是掌权，所以我们不需要怕，神掌权我就不用怕了。这个就是信心了，再信的人凡事都能。同埋咧，亞比斯嘅禱告啊，歷代至上4:10，擴張我嘅境界。神啊，擴張我的境界。就算我係軟弱，嗱，其實有時一個人就算軟弱，就算一個人臨死啊，嗱，我譬如我自己我咁嘅心態嘅喎，我臨到死啦，有人嚟探我，我都話我為你祈禱好唔好啊？或者咧，我仍然可以，譬如到到嗰陣時真係咧身體好軟弱啦，唔可以去講道啊，我可能咧用我手機直播啊。咁我話咧，我而家咧係已經係一個好軟弱嘅狀況，不過我都可以直播鼓勵大家點樣咧。我喺呢個狀況咧，我都經歷到神嘅同在，經歷到神嘅祝福。我都希望大家信靠神，即係我諗到最後最軟弱嘅時候，我依然可以為神去侍奉神，去祝福人。嗱，呢個就係擴張我哋境界，去到最盡嘅時候，我都相信我哋靠住耶穌凡事都能。但係好多人咧。成日就谂住，哎呀，好惨啊！哎呀，冇力啊！就唔系谂住我嘅生命可以点样提升，神点样俾大能俾我哋？我哋其实有万物嘅，大家可唔可以相信啊？我希望大家呢个信息咧，听完之后话好啦，我扩张我嘅境界，我进入一个更高嘅层次，在神凡事都能。其实有好多嘢咧，我系一路进步啊。譬如我讲道，我有睇不同嘅人讲道啊，点佢讲到咁有力嘅咧，咁我都求神俾幫助我點樣發揮。咁啊，神真係提升我啊，放越嚟越放，越嚟越輕鬆。嗱，我記得我初期嗰陣時講到嗰陣時咧，因為嗰陣時喺外國啊，講一句要翻譯做英文啊，其實係好困難。嗰陣時有教友同我講，佢話：葉牧師啊，你未講到之前咧，你個人好似好有啲呆呆地嘅，定定地嘅。即係點解我猛咁諗去邊度？成日諗咧，第一點轉去第二點，點樣轉法？因為有時咧有1、2、3、4點啦，點樣轉啊？點樣轉？成日都喺啲位嗰度盤旋啊！但係而家嚟講咧，好似覺得嗰啲説話咧喺心中流出嚟啊！我冇諗住下一句講乜嘢喎，就咁流出嚟。呢個咧就係擴張個境界。譬如彈琴都係有一次，我為一個人預備去喺佢嘅聚會彈琴去啊，同佢啊，即係。
帶領詩歌啦咁。咁我喺度彈嘅時候咧，忽然間咧聖靈感動我點樣彈得放啲。咁我就話我以後彈琴都要咁。咁唱歌亦都係啊，領敬拜亦都係，各方面都係，幫人亦都係，每一樣嘢都進入一個更高嘅層次，更加咧忘我，更加放低自己，放低自己嘅軟弱，放低自己嘅難阻，放低自己對自己嘅批判啊！你對自己有冇批判咧？哎呀，我都係講嘢冇人中意聽噶啦，我都係唱歌又走音噶啦。我都是冇人喜歡的了。有時有些人就會這樣對自己，不單止是控訴並會批判，沒用的了，我沒用的了。這些呢，你的信念是什麼就會影響你的，你覺得自己沒用你就會變成一個沒用的人。但我們相信不要緊的，我做什麼不要緊。有些人呢一上台分享就害怕著死了，一會講錯，一會講得不好，人呢不喜歡聽，總是想負面的。但我們說我靠耶稣去见证，神一定欢喜的，神一定扩张我的境界的，那你就能够进步了。所以求主帮我们扩张我们的境界，还有以神为乐，神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，还有叫你成价地的高处。我日日都是以神为乐的，神造的水真的很奇妙的，是很舒服的饮水，神造的食物非常好的，神造的人和动物都有感情的。你在网上你可以看到一些影片，就什么影片呢？那些狗很久没见主人，见到主人的反应很有趣的。哇，那些狗很兴奋的，在那里跳啊跳啊跑过去，是非常兴奋，即是动物都有感情的。有个人有只鹅，那只鹅呢，他见到那个鹅见到他呢，是擘大块翼这样跑去他那里。又见到一只猫呢，同個主人咧，將佢主人個鼻擁過嚟，跟住咧就佢咧就用英文講 nose kiss， 用個鼻哥擦佢個主人嘅鼻哥，即係佢咧呢個主人可能咁樣做啦，同佢貓咁做，跟住個貓咧就會咧掹佢嘅主人嘅鼻過嚟，咁咧同佢擦下擦下，動物都有感情，因為神有感情啊，神係好好噶。我哋嘅神真系好到不得了，千祈唔好觉得神咧就哇好严厉啦。神有严厉嘅一面，但系神有好慈爱嘅一面噶，好有感情噶。所以人同埋动物都有感情，甚至鳄鱼啊，佢生嗰啲 B B 啊，佢要将佢担落嚟个水嗰度咧，佢摆啲泥嗰啲沙里面咧拥住啦，等佢孵化嘅时候咧，佢就会挖开嗰啲泥沙，然后咧将佢用个口担佢落去，一次担几只噶。攞完一隻又第二隻，哇，好小心啊！嗰啲鱷魚嗰啲牙一夾落只，嗰只鱷魚仔係實死噶。但係佢好小心將佢拋落個口度，然後帶佢落個水嗰度。即係鱷魚係冷血動物，都有咁大嘅愛心啊！咁所以我哋就睇到，即係神係咁充滿感情。所以我好中意神，好中意人咧有感情有愛心，我係覺得好可愛嘅。我見到人的好咧，我係覺得好可愛嘅。嗱，今朝有個姊妹咧走埋嚟同我幫我，有咩幫得，我又覺得好可愛，我覺得好欣賞佢嘅。我哋每一個有好嘅地方都可以欣賞，係咪啊？有啲家人可能有唔好嘅地方，不過都有好嘅地方，我哋都可以欣賞嘅。咁咧，咁我最主要欣賞翻神，係神做啲人咁好，所以我就可以開心快活啦。所以我祈親到我話：神啊，你真係好啦！我多謝你，我歡喜你。同埋專心愛神，神就將我哋安置喺高處，亦都使我哋尊貴。我哋將我哋成為一個尊貴嘅人。你想成為一個尊貴嘅人咧？喺神嘅眼中成為一個尊貴人，喺天國裏面成為一個尊貴人。我感謝神啊！有個人喺異象中，佢見到咩咧？佢話見到我咧喺天上咧係一個好尊貴嘅王子咁樣嘅樣式啊！我好多謝天父，好多謝耶穌，唔係我配得嘅。其實我哋個個愛神都可以嘅。都可以成為一個尊貴的人，是神歡喜的。你由今天開始總是祝福人，總是放低一些不好的意念，總是說沒所謂的，不死得的，人罵我有什麼所謂的，不要緊的，這些說話不用放在心上，你自然的人就開心了。你又專心愛神，神是最好的，神是所有好處的來源，我就感謝神，歡喜神了。你都高度渴慕神和祂的恩赐。首先渴慕神，不是渴慕恩赐，有些人很想要恩赐，但是对神没有心。我们渴慕神，神真的好到不得了的。
有些人去過天堂，講到那些愛呢真的很大，我都很想去天堂的，回來告訴人家去天堂多好啊！但我沒有去到，我都不會介意，我都不會埋怨神的，因為我知道神一定將最好給我，我就個心總是說神將最好給我。以利沙求以利亞，願感動你的靈加倍感動我。以利亞說這件事很難得，不過如果我被接的時候你看見我，你就會得到，否則你就得不到。這個就是渴慕啊！你會渴慕我能夠擴張我的領域，我能夠生命發揮。很多人呢只是渴慕什麼呢？賺多些錢，間屋大一點，買個大一點的車，這些一切都會過去。你渴慕這些東西，什麼都會過去。有些人只是渴慕有一個怎樣好的配偶，要夠漂亮，有錢，什麼什麼，這些都要過去。你渴慕神為你預備那個，或者神為你預備單身都沒所謂的，不要緊的，單身不死得的，單身可以更多自由去侍奉神的。渴慕神的事，渴慕神，神啊你最好，我渴慕跟你有親密關係，也都渴慕你給我的任何的禮物和恩賜，神就會提升我們。希望大家都說哇，神的禮物是最好的。同埋好緊要啦，就羅馬書講到點樣進入呢個神嘅善良、純全、可喜嘅旨意，就係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，將整個生命獻上神俾神。我生命俾神用嘅，唔好效法呢個世界，唔好跟從呢個世界，唔好跟呢個世界價值觀，唔好跟人貪錢，唔好跟人貪大屋大車，而係咧心意俾神更新改變，就能夠開始分辨到、察驗到神嘅善良。純全呢個完美可喜悅嘅旨意，係神又歡喜，我哋又歡喜嘅旨意嚟嘅。你入到呢個計劃係非常好嘅，但有啲人點解得唔到咧？點解信耶穌仲咁慘咧？因為佢冇入到神嘅計劃，佢只係入到自己嘅話，淨係自己點諗住點樣賺錢，淨係自己諗住哇，我為我仔預備幾多錢？其實最緊要係為我哋嘅仔預備佢點樣同神嘅關係，建立佢同神關係，呢個先係最緊要。當然都幫助佢建立佢嘅智慧、讀書嘅能力、各樣嘅能力。但係首先俾佢睇到耶穌好錫你嘅，耶穌好有能力，佢凡事都祝福你嘅。咁呢個人咧就會提升噶啦。咁即係總係幫助人進入神嘅奇妙計劃。亦都咧，我哋領咗5000嗱，領5000或者2000、1000都去使用。咁呢個經文咧，有一次我聽聖經嘅時候就聽到尾三行，大家留意一下，你在不多嘅事上有忠心，我就忽然間諗，點解不多呢？咁我就諗，其實好多人咧，其實一日嘅時間，好多時間諗咗好多嘢嘅，未必諗神嘅喎，好多時間咧係俾咗其他嘢，但其實我哋做任何嘢都可以諗住神嘅喎，咁所以神就俾我意念啦，就是、做乜嘢嘢都諗住神，同埋做咩都諗住榮耀神。咁嘅時候咧，咁我嘅盼望咩嘢？就係、是、將來有一日耶穌話：你比以前更多嘅事上有忠心啦，即係比以前啊多咗，咁已經好好啊！即係神未必話你係極多極多，不過多過以前，感謝神。咁希望我哋都追求更多嘅事上有忠心。能夠凡事盡量在各方面都忠心，那我們就可以享受主人的快樂。講到天堂是快樂的，我們個個都可以享受快樂。為什麼呢？因為我們做任何小事神都歡喜，一杯涼水神都歡喜，所以我每天都去做一些好事，我就可以告訴自己神又歡喜，我又開心，我每天開心，哈利路亞，每天都開心，你自然身體又健康，神又歡喜了。我們都需要處理生命，處理內心世界有什麼煩惱。大家反思一下，你心中在平日是不是苦惱的、煩悶的？我自己盡量提升自己，盡量提升自己，感謝神，經常告訴自己我是開心的，我是刻意進入這個狀況。我想說人是不會刻意、不會自然就開心的，你不會自己就很開心很開心的，人是自然有時因為罪性是會有些煩惱的。我們可以刻意選擇開心，刻意選擇遵從神。你有沒有這樣的心意呢？我希望大家都有這個心意，我刻意處理我內心世界，還有人際關係和家庭關係，因為人是非常寶貴，神是看重人的，所以我們呢祝福人、愛人，神是很歡喜的。我們就建立和人的關係，令到人來跟我們相處呢都覺得開心的，同埋點樣發揮智慧恩賜啦？點樣更有智慧同人相處，唔俾人影響嗱？唔俾人影響係智慧嚟嘅，唔俾人激親又係智慧嚟嘅。
有讲柔和的说话是智慧的，能够呢讲一些欣赏人的说话，欣赏人的长处，这个是智慧的。还有怎样发挥恩赐，不是只是有恩赐，是怎样高度啊，高度的发挥，怎样呢去发挥我的生活。譬如其中一样东西，我是有学唱歌的，学共鸣的。所以你听到我的声音呢，讲声音呢，讲嘢说话，就算我细细力呢，细细声讲呢，都有力量，同埋有好响亮，好清晰的。咁呢个都係我发挥嘅，即係点样发挥更加强烈呢？咁呢个就係我哋发挥我哋嘅恩赐啦，就係善用喺我哋整个生命里面。同埋呢，我哋嘅事业都能够做得更加好啊，啲同事都赞你，哇，又勤力又做，有智慧又聪明。咁呢自然你就唔会俾人炒鱿鱼啊，係咪？即係你做咩嘢呢都能够祝福你的公司，祝福周围的同事，亦都在个过程中荣耀神，带他们信耶稣，还有侍奉都带有力量，带有喜乐平安，有动力的，有智慧的，人家看到你侍奉都会开心的。还有很重要就是寻求神的策略，那策略是来自神，神有最高的智慧。我们想想神的智慧多高，我们的脑里面有亿亿万万条神经线，即有人讲过咧，将嗰啲线全部变做电线咧，系需要有好多个音乐厅先装得晒咁多嘅电线嘅。我哋里面系有好多条电线嘅，而嗰啲电线系冇黐线嘅。嗱，如果黐线会点咧？黐线咧，你睇嘢嘅时候咧，你就唔系睇到嘢喎，就会睇到花晒，或者咧睇嘢嘅信息其实去嗰个神经咧都系电流嚟咗。咁你就净系唔系睇到，系听到啊，变咗听到吱喳喳咁样，咁就唔啱喎。即是我们这么多神经线全部都是正确的，都是正常的，真是礼物来的。神是很有策略，他做这个，做这个我们的身体。我自己曾经以前都有在外国的时候，很多时候人都会修理自己的车的。我又不会做大修，都是小修理。有时候我不知道有试过修理家里的电器，电线要摄入后面咁样插落去，咁样黐埋，有冇试过做啲咁嘅嘢啊？喺后面个螺丝钉啊，点样要仔喺入边嗰度扭啊？哇，好难扭啊，系咪啊？哇，我哋个脑嗰啲神经线啊，点样？哇，神点样伸只手落去整啊？真系好难整啊！但系神一吩咐就有啦，即系神系好劲噶，即系佢嘅意念有，即刻嗰样嘢就有啦。神就咁高咁强烈嘅智慧同埋能力，所以神嘅策略系最高嘅。咁你点样有神嘅策略咧？你就安静等候神，用圣经的方法安静在神面前，亲近神，爱神，尊重神，关心人，用圣经的方法去饶恕人，去以善胜恶，这些是神的智慧。慢慢呢，你就有更高的智慧，任何的情况你都懂得解决和处理了。这个就是提升我们的策略。很多人侍奉很忙碌，很多事做，很多事做，不过做来做去的果效不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没有方向，没有策略，就是这样做。什么叫策略呢？策略就是说因人而异，这个人需要什么我就帮他什么，我就能够帮他提升。这个人他有爱主的心，这个人有潜质，我就帮他更加提升。好了，另一个人完全对神无心的，你给他策略根本不会受的，所以他是需要怎样帮他的灵性唤醒，就是一个灵性沉睡的人，同埋你帮一个灵性醒咗嘅人咧，系两个不同嘅。我哋需要策略，教会都需要策略。我哋点样兴起更多灵性唤醒嘅人，系愿意俾神使用，有神嘅智慧、聪明，有神嘅同在。呢啲人咧系可以带嚟教会嘅兴旺同埋发挥嘅。咁我哋就睇到呢啲人咧，就去发挥佢哋。你都自己睇到自己呢个潜质，就发挥啦。就同李传道讲：我愿意更多祝福教会，我愿意参与咩侍奉啊？你就同佢讲，佢又好欢喜，你又欢喜啦。呢个咧就系寻找神嘅策略，你嘅生命就可以高度嘅提升。嗱，好多人点解唔能发挥？因为成日停留喺安全区啊。最安全就系屋企啦，成日睇电视啦，你成日做你自己嘅嘢，最安全嘅。但我们去进入一个巩固区，坚固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生命有信心，然后伸展出去了，然后脱离以前那种很多不好的习惯，以前那些安全区就觉得那些最安全，又最后去到左边是成长区了，我就成长了，整个生命成长。所以呢，我们求主帮我们，你成日有些人成日都习惯，只是我不敢作见证的，不敢传福音的，
就是安全區了，離開安全區不會死的，不死得的，我希望大家都相信離開安全區是最好的。首先我們想提升一定是做眼前可以做的，見到有人來教會關心他先，跟他建立關係，跟他聊聊天，為他禱告，或者探望他，這個由開始做起，由簡單做起，用容易的做起，眼前可以做到的，然後慢慢逐步提升。當你幫到一個人的靈命，你就開始幫更多人的靈命，你幫到、原來我跟人聊天可以鼓勵他的靈命，那你就可以鼓勵其他人。其實我感謝神給我這個恩賜，我跟很多人聊天，他聊完天他真的有動力，哇，原來神有這麼多禮物，我越聽神話神就歡喜，我一杯涼水神都歡喜，我就願意給神更加使用。有些人就這樣聽完他就提升，你可以將我的教導用在你身上，我沒有版權的，不用怕的你是可以用的。那你用呢，即你其實你在別人身上學習到別人的東西，你就可以發揮了，那你就進入高層次的侍奉。我都希望大家呢能夠進入高層次的侍奉。在末期教，在這個末後的世代，基督徒有不同的層次。很多人的層次是什麼呢？最低的，只是想逃難，容易跌倒，只是想逃避困難。上一層是什麼？他穩定信主，不過沒什麼果子的。第三，想救人，但他力量不夠多。第四，他為主會作見證，然後呢下一層曾經受訓練和果子更多了。然後再上就是他聖靈充滿，跟神有密切的關係，他有策略性的侍奉，他又不怕受苦，神就喜悅和珍惜。我希望大家呢是進入這個高層次，不過可以告訴大家知，事實上是在整體來講，基督徒來講，在這個高層次的基督徒是少數的，不是因為神給他，是因為他沒有這個心，是因為他被他的罪捆綁，他被他的困難捆綁。所以我希望大家呢真的去發揮生命。我們再看一次我們可以做什麼，就真的在這些方面發揮。第一，有信心，我相信神有最好的計劃在我身上，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發揮的，我信靠神一定為神可以做更大的事。第二，求神擴張我境界，神會擴張我境界的，我有信心，以神為樂，神是一切恩典的來源，我就歡喜神，我就喜悅神，又專心愛神，神是我一切。什麼叫愛神呢？喜歡親近神，欣賞神，以神的事為念，遵從神，服侍神，時時喜歡神，親近神，這個就是愛神。還有高度渴慕，我想進入神高層次的生命和侍奉神的同在，以及將整個生命獻上給神，不要跟從這個世界，心意更新而變化，察言到神的旨意，再進入最高層次的計劃，還有呢領受了個恩賜和財富，你就使用，不要只是存在銀行那裡，用出來為了天國的緣故。宣教很需要更多的錢的，教會需要更多的錢，很多幫助人需要更多的錢的，這些錢可以用出來的，發揮我們的恩賜，我們的財富，各方面處理生命、內心世界、人際和家庭。如果你跟家人有些不和的，你都處理，還有有智慧、有恩賜，發揮智慧，發揮你的事業、你的侍奉，還有策略性提升，離開安全區，進入一些你從來沒有做過的事，眼前可以做得的開始做，然後跟著呢就逐步進步，去進入不同的可以提升的地方，進入一個策略性的基督徒生命，不要一個成日在個地上那裡爬啊爬啊，很淒涼、很慘、沒有力量的、很苦悶的基督徒的生命，而是一個提升的生命。求主幫助我們從神裡面得力。大家想看我多些影片，你想找找葉牧師，你的生命會被激勵的。我們一起起身祈禱一下。來到神面前，親愛天父，我們多謝你，多謝你，我們歡迎你，我們感激你，我們讚美你。神你真美善啊，神你真美善，你的裡面盡都是美好的，你有完備的智慧、聰明、能力、愛、喜樂、平安，一切你都有。
你都将呢啲礼物都愿意赐俾我哋，好想赐俾我，你好想，你唔系收埋，你系好想赐俾我哋。不过太多人咧注目喺自己，所以得唔到。求主帮我哋，真系同神讲，神啊，我想得到你嘅丰盛生命，我想得到你嘅恩典，叫我能够祝福更多人，唔系为咗自己，系为咗众人。主啊，我愿意。嗱，你同神讲，我愿意。你愿意乜嘢？你同神讲啊。你愿意去行下一步系乜嘢咧？你同神去讲，神啊，我愿意为你做乜嘢？